多的缺点，但还是有一位非常爱你的女性。哇！要给你们的生日的祝福，就是范范姐姐的生日祝福。香蜜蜂是生日快乐，你又生日了耶，今年要满32岁了吧？然后呢，是那个而立之年，然后所以我在这里跟你说生日快乐，还想跟你说一些心里的话啦。首先就是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的那个陪伴，然后就是从今以后呢，你的每一个人生跟我的每一个人生，我希望都就是生日都是一起过，这样好不好？然后再来就是我也很希望你在那个黑社会啊，就是我知道你真的很爱这个节目，然后就像你的家一样，然后我真的很希望就是我们可以怎么讲，你可以继续主持这个节目，一直主持到每年全部都长大嫁人生孩子结婚，然后好不好，然后就一切都很圆满。最后最后我只能说这个礼物呢我准备了很用心，我希望可以把它送给你，然后这个礼物是外面市面上到现在还买不到，然后即将要爆红造成轰动的，也是我个人非常想要的一个东西，然后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欣赏它，然后好好的使用它，但是不要带来我家好不好？ OK， 送给你哦。哇，生日快乐。哇塞哇塞哇塞哇，真的嫉妒啊，很甜蜜耶。看完刚刚的祝福影片，温馨的。什么礼物？好好奇。然后你的封兵呢？说有礼物要送给你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先不能看，我要先让你的朋友们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大礼。那我要那转身呢、啊？对你先做。要有人挡，要有人挡。那我们现在请易静哥。我不看，我什么都不看。哇，觉得如何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哇，好吗？这是大礼，是不是大礼？哇哇，他自己准备的吗？对，他自己准备。这个是啊，男人是谁啊？是不是大礼？什么、啊？我可以看了没有？怎么变大了？这个我不晓得他看到的反应是什么。你可以先，可能是你可以先听一下。好，我想看。会干了吗？会爱哦。等下你要不要不要给我、啊？朋友觉得这是个怎么样的礼物？哦、告诉他你们看的感想。Karen， 哎，还没，这个的质感有点像你在日本买的那个 A 片，有达的母亲的封面。有达的。红包大吉哦！红包大吉，还一直嫁祸给红哥哥。他买的啦。你买的是有达的母亲。头摸大金哦，奥卡桑，奥卡桑，哇，母亲，好明显，安全中就是朋友的妈妈，妈妈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啊！真的是今天这一集把我做到成恶魔、啊。那马票刚刚看也有什么感想？就是我觉得我以为是别人啦，然后一掀开，哇塞！你刚才说好恶，对，刚才说好恶，因为就是这个完全没想到这个礼物，我觉得这个礼物很棒，而且你会很爱。不是我看到很爱，你很期待，对不对？你会吓死？什么、啊？你要你自己来开，是什么礼物？我礼物，人生虽然不喜欢过生日，走到这一步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不喜欢过生日，但是有礼物。你自己来掀开这个布。我们要倒数了，倒数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真的是大礼啊，太恶心了！我们想有钱有打的母亲，我这个有打的母亲美，有打的。好了，不要给大家看嘛，我自己看就好。哎呀，对对，你们叫我超人就可以了。哎，这很正，你还不满意？我自己有想要生日礼物啊。什么？你们自己。
可以吗？我还有礼物吗？但是不用担心，你知道？嗯，我们不止，你以为这就是 ending 了吗？不是，嗯，我们后面还有一位神秘嘉宾，还有神秘嘉宾，一定要搞很大，又来爆料了，哇，假的，妈呀，好隆重，好煎熬啊，哇，唐志忠再来都完了吗你？所以我们现在欢迎神秘嘉宾出场，是谁？谁啊？重量级的神秘嘉宾要压轴登场。